拍照都刚刚看有什么不一样，每个地方的面相都不太一样，脸长得不一样，字法也不一样，做法也不一样。就像花莲那边的蜜香的话，就是用那个大叶乌龙，它那个是用的，那是大叶乌龙，品种不一样，所以它香气会不太一样。